你能干嘛啦？累的。压他不就累的 ？Hello。喂。来来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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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么快啊哇这这快的不怕的搞不成了到时候有什么了一二一二嘿嘿那鱼里面不怕用一天都要这样子啊了这么快啊散了散了呢有这个有这个然后把那有钱都很好啊没快哦没快哦高高的哦你笑什么笑啊我爸累了哎呀我爸卡在了好玩吗对呀、啊，爸爸卡累了，好不好啊？很好。好，一会儿啊，爸爸又干啊，走喽。哦，爸爸又干不啊？又干不到爸爸哦，干。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又掉没了。啊哈哈哈！你看这个头啊，你爱跑呢，全部都是痱子。那要了放了猪油油啊小小快好大家好我是谢良这段时间嘛已经干了比较久了所以我要把那个罗汉果已经点过花的全部要把它淋水它才能长那个果子不然那个果子又不长了这个真的难搞喽上去看一下你看这里已经点了两个早上了嘛今天早上特别多你看一层呐、啊、这个果子花也是一层的一片黄了今天早上的 几千朵了你看这三个早上的果子就这么大了所以要加强淋水了满满的花这个全都是花所以这个果子人长得慢所以要淋湿一点水嘛浇一点水嘛浇一点水它长得快一点这个是要水分很足的才能长的所以现在我要下午嘛要傍晚的时候都是要来淋水的还有晚上加班呢还是怎么样呢看看时间分不来的晚上要加班一下分得来的话就是下午就是五六点钟嘛开始淋一下水嘛淋了几个小时哪里点花的淋哪里没有点花的就有时间的时候再去淋吧好了现在淋水了开开水这水压很高的你看跑得挺快的这个淋水啊要整块地全部淋湿完是最好的
保持水分。哎呦，终于淋完一片了，终于淋完了，这里，你看，这个花全部都是。过几天还要多，点不行去。你看这前面的点了几个早上，就这么大一个了，看到长的，挺快的。这过几天就一片的，全部都是果子了，下面。太漂亮了，全部都是花。你呢？干嘛啦？累的。压啊不就累的？干嘛呀？来呀、啊！来来呀、啊！干嘛啦你？喝水吧。啊？太奇怪啊！酱油椰子水呀、啊，那，呜呼，听到谁的声音啦？听到谁的声音啦？妹妹。谁呀、啊？妹妹。看妈妈去，拿。看妈妈去。没看妈妈。哎。爸比。看妈去。看妈去。妈妈做视频来了没？没看妈妈。啊。看妈妈啦，大声大声喊啦。洗手间好不好？洗手间。哎呦喂！爸爸呢？爸爸呢？我。妈。在这呢？我在这呀。我。在这呢？我这边，有盖吗？有盖的呢，有盖的啦。对啊，这个名字可以了。